而今天午后再度下起大雷雨，观众朋友您都还安全吗？再过两天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未来一周同样是高温闷热，更多天气分析时间交给李杰。今天过后就是夏季型的气候，天气会越来越炎热，而且几乎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因此我们看到接下来呢降雨的情况又是如何。今天呢各地都是有受到午后雷阵雨的影响，所以呢各地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包括在山区还有靠近山区的地方，其实降雨是蛮明显的。而接下来呢从星期四到这个周末，我们可以看到高压增强，雨会比较减少，但是一样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而到下个星期水汽会增多，尤其在午后的时候呢，西部地区降雨的方面也会比较剧烈一点点，一直要到星期三高压增强，水汽才会稍微减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呢从今天开始到这个周末，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往南海延伸，导致呢有高温炎热的情况，白天都是非常的热，而到午后有雷阵雨的情况，这也是这个星期主要的天气形态。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梅雨封面是逐渐的远离了，而接下来呢就是转为夏季型的天气。那我们来看，说到这个午后雷阵雨，就要来观察这个定量降水预报。我们从今天来观察，其实它降雨的时间点几乎都落在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也就是呢比较集中在午后的时段，而且呢几乎都是比较接近山区中部的山区跟北部的山区为主。而到了晚上之后呢，到隔天的清晨八点这段时间呢，是天气比较稳定，大家可以出去走走散步的好时间。而说到礼拜四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降雨的部分也主要是东北部地区还有整个中部的山区，但是到了晚上之后会比较好一些。而接下来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就是高温炎热了，出门在外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而全球进入超高龄化社会，有人担心劳动力因此下降，但最新的观察发现高年级更给力，五十岁以上员工多一成，生产力反而会更高。原因是什么？再把时间交给李杰。在职场上面难免还是有一些年龄歧视，有些人对于比较中高年龄层的工作者可能会忽视他们的这个工作的重要性，甚至是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我价值。那么有一部电影呢叫做高年级实习生，就讲到英法族重回他们的职场，他们找到自己的价值的这个过程。就有专家认为说，这些高年级生其实是更有生产力的。第一个关键，他们就是认为钱在工作上面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他们认为说，工作带来的更重要的反而是存在感以及你的价值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社会主要是少子化还有高龄化的影响，所以呢有些企业呢就调整他们的就业政策计划，就是吸引这些比较中高年龄层的工作者来加入他们的团队。而这些工作呢，他们都有几项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比较有弹性的时间来工作，而且工作跟生活是可以达到平衡的，他们也有提供关怀与协助，像是心理咨商的服务等等。然后另外呢，也有一些学习发展，像是在他们的工作领域上面也有一些培训的课程，让这些中高年龄层的人有机会能够吸收更多的薪资。再来福利照顾，可能就是包括有一些健康检查或是有医生进驻，让他们在工作上面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而最后一点呢，尊重对话，就是能够多多倾听这些比较中高年龄层的工作者他们认为的想法，能够让他们有一些比较平衡对话的空间。那么根据统计呢，在这个 OECD 他们就有统计，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如果呢这个工作者的年龄五十岁以上，有占整个公司里面10%以上的话，他们的生产力呢可以达到了1.1%，能够增加1.1%，也就是呢是有更多的生产力的。因此呢，也鼓励中高年龄层工作者在退休之后，不妨也能够重回职场来找到更多的价值。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